一个人过来的吗？两个人的，跟两个人专门到海南岛来过冬。过冬了。您是哪里的？我老家是武汉的。武汉的，那重庆来的。你们搬家了？搬到重庆了？我们是抗战的时候就到重庆。哦，以前最一开始是在武汉的，是吧？我表妹、表弟他们姨妈都是在武汉。那您在武汉生活过吗？我没有，我在重庆生的。哦，重庆现在冬天很冷哦，专门带老伴在这边来过冬。啊，您说的住的房子是哪里的房子啊？哪一栋？里面嘛。啊，里面嘛。就那里面。啊。这外面它是这个酒店那一栋，啊，前面呢，前面那么那么多，就那些啦，是吧？啊，1000块钱一个月。对，朋友，我都想去住了。有在这个地方也缺电缺水，啊，卫生间有没有？你水电接个手可能都不方便了。是啊，没有电没有水。然后一千块钱，那花平均的话一天只有30多块钱哦。那很多都住在那里的外地的。好多啊，这我等于基本都是外地的嘛，他都就是冬天呢，来过冬的嘛。那您怎么找到那个房的？是网上啊。网上五八网啊，网上啊，这个好多。有来过的这个互相介绍啊。哦，你像这儿恒大、保利，还有上面的敏捷，都是这样，都是出租的。哎，他是卖的吧？听他们说，租的，卖的也有，你租也可以。他就是度假，主要是来过冬的。那一般就是你们是单间带个厕所，一千，那一还有更便宜点的。租的便宜的可能是800，2000的也有，两室一厅的那种，是吧？两室一厅的也有，两室一厅的要1000多。两室一厅一天1000多。1000多。那您吃饭怎么弄？自己吃吗？自己做吧。啊。买菜在那这里买的，没有菜买啊，这里。这有时候有拉起来的，那是在。两天才拉一次，白土去买嘛。我都是开车在那里去买的，17-18公里，那里有个菜场。下来，那里个菜场有7-8公里，可能5公里左右。反正就是那里有个菜场，停车都不好停。这边肯定要近一点，白浦要近一些。哦，你每年都来过冬吗？我们是今年第一次来。今年第一次，去年去三亚。哦，去年还在上班呢。去年上班，为什么今年想到在这边来过冬？这那边的退休了不走的。重庆的车友那边还有几辆，昨天碰到两辆。看到一个重庆的。重庆的也喜欢旅游啊，也喜欢旅行。我们这个表弟表妹他们，夏天前几年，都跟我们一起到贵州去避暑。这两年他们觉得远了。夏天啊，你们去西藏不更近吗？哪里西藏近了？西藏远哦，西藏的那在川西进川，再从那个进藏嘛，318。哦，远一点，远一点，到成都就要200多公里，多了，要400-500公里，太远。哪里才只400-500公里？成都都是300多公里，300来公里，一再进藏。出来也方便，就随身带一点要用的生活物资、必备物品就可以入住了哦。那您当时过来找房子找了几天，一下子就能入住吗？有人家介绍的，另外在网上跟这个租房的中介这个了解情况啊，在网上就定了，就直接过来。过来了。携程吧？不是。他们直接的那这里面有中介多了。您当天一来就当天住下了？事先都订好了的嘛。哦，在网上就订好了的。订了来了过后再住两个月再回家了解一下。这个如果说合适的话，明年再来呗。合适的话明年再来住。这里又转一个地方了。那
熟悉的地方住久了之后再来住好一点，新的我也过得好舒服，然后一个地方新鲜点，新鲜感，一个地方不是明年来又是一样的有新鲜感了。嗯，这里啊，我还以为那你们开他们开的车也可以听到那边吗？车子你可以听到小区外面马路。那你像我们这些不能听到那边去吧，不在那里住，应该停到外面肯定可以。我看到有些车子停到小区外面，就是那房子外面。这个我昨天去那里面，他不让停，里面不准停，为什么？里面都不准停，难怪的。我看里面没有一辆车，我们的车子都是进车库，这个地面上的都不准停。进车库？哪里车库？你那个车子可能就不能进车库了，你只能车库是收费的吗？不收费。你那个车子可能还不准。不去那边，得停马路外面。马路那里也吵。这个好，这个清地面，这出来就是用水呀、用电呀。这里其实有水龙头，要用转接头。有那个喷洒的。哦，那还可以。要不知道在哪里，在那里还是在这里？我看他们昨天在这里搞土。这出来，刚才有好。自由吧，想走就走，像今天不在这里了，就直接就走人了。对，人家不说嘛，还拉的东西也多嘛，所以你出来不开车，你带不了那么多东西，对，就只能带一点点。刚才那个大爷是在那边租的房子啊，1000块钱一个月，好便宜啊。那么你就是问了一下，有很多在那边租房子过冬的。我当时以为那边是只是卖的，大家也可以在这边来租房子过冬。